床这里太舒服也不好，你看这只猪不愿意起来，起床了，今天要走了呢，快点，再睡五分钟，我还要洗衣服，嗯，再睡五分钟，你刚刚已经一个小时前就说再睡五分钟了，我把你空调关了，看你睡不睡得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小豆，我们现在在西溪湿地旁边的一个房车营地，然后今天下午我们就要开车去从杭州到扬州嘛，我们要去房车厂家换一些东西，就是那个加装一下太阳能板，然后开过去应该三个小时，所以我们决定在出发之前先在这里边吃一个午餐，准备简简单单吃一个小火锅，然后突然发现我们车里是没有任何蔬菜的，这个是肥牛，肥牛，丸子，丸子，哎，火锅底料我们吃哪个？哪个口味的？是新的吧，现在那个没吃过，绿色这个是吧，青椒牛肉，好的， OK， 就这个，你视频剪好了吗？你可以先弄，等到弄好了我就吃，我现在还没弄，好，腰好酸，可能这几天走路腰巨酸，给你买个护腰的吧，有点问题，我想按摩按摩，小包的还挺合适的，一次一顿，我们一包能吃两次。这两盒牛肉卷看着还不错，它写的什么 M 四澳大利亚 M 四和牛牛肉卷，是很便宜打折的，看起来还蛮不错的。能不能把包装打开啊？这样子，你让人家看，看起来不错，你看什么？让人家看一下包装呀。准备好了，哇，这两盘肥牛，可以开吃了，前辈，开吃了。别工作了，哎，我先那我就不管他了，我自己先吃，多下点鱼豆腐，鱼豆腐是吧，你吃这个牛肉巨好吃，好吃吗？还不错啊，不错不错，鱼豆腐应该可以吃，这个火锅底料第一次吃感觉还不错啊，你喜欢这个火锅吗？跟牛油的相比你喜欢哪？那我更喜欢牛油的，牛，我觉得牛油的香，这个偏辣一点，这个它有一股就那个青椒的味道，对对对，多一股青椒的味道，这几片肉肥了，加快吗？快的，就这么几个碗，好，那我等一下把那个灰水箱给放一下，清水加加满，我们就走吧，嗯，后面空调关了没？关了，好，走，开过去放灰水，正好有个下水口，我看人家是在这边放的，哎呀，叫了个什么，能喝奶茶的时候尽量多喝点奶茶，到时候喝不到了，这里面是棒冰，叫了一只棒冰吃，然后给你新品这么大一个包装，还有冰袋，我操，贵有贵的道理，这个东西多肉，葡萄都是肥肉，无糖的，我要的是也有很多糖的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去扬州吧，无糖的怎么还那么甜啊，好了，喝着奶茶出发去扬州。